欢迎回到 Wild Horse 马列的频道。一个好消息，老婆送我的充电宝放在后院里晒了三天太阳再开机，依然正常工作。然后我的胳膊已经长好了。一个坏消息，我给儿子买了一个遥控车，想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，实在是没憋住，节日还没到，我已经忍不住拿出来跟他一块玩了。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情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开始。爸爸送给你的礼物啊， Happy New Year。 爸爸害怕吗？爸爸在的时候可以这样玩，爸爸不在的时候千万不能这样玩，你会摔跤的，听到没有？来，追这个汽车来。